跳舞那儿，我觉得可以设计。我们是我们那个不是跳，我们那边是舞狮子。啊？就我们有一段舞狮。哎，对，舞狮子老师一定要给我们保密，后面那个别人问我，你就说我们什么都不知道。谢谢啊，谢谢，这我们大招。张雨绮这个团里边的环节特别的复杂，特别多，然后一会儿要这样，然后一会儿要那样，最后还有舞狮，能说吗？这个？然后需要配合的环节也特别的多，舞狮的这样的一个设计，觉得还蛮有现场的互动感的。配合上了，还会做一些打碟呀、打鼓啊。团本来弱嘛，能为这个比赛加分的东西就尽量的多添加一些。起码我们觉得我们还有机会，我们还能为这个舞台起码添加一些色彩。我们绝对不能只站在这儿，必须得带他们一块跳。五十分就让他跳就好，哦，就他一个人跳，嗯，那怎么能行？怎么能轻易放过你们？张博就是特别能张罗事儿，特别能张罗，然后跟所有人都说咱们要互动互动。我说我这这边没有我的 solo， 我怎么互动我？一块儿吧，一块儿亲吧，一块儿亲还是怎么的 ？Everybody 一块儿，嗯。他刚开始跟我互动的时候，我正在唱，所以我余光老觉得边上有一个人在，好像在冲我干嘛。我突然一扭头，吓我一跳。然后他正在冲我笑呢，然后摆一些动作什么的，就可能还不够熟练，因为好像也没有人跟我说要跟他有一个互动。然后后来跟那个鼓手彪子说咱们得互动，彪子说我这鼓搬不出来嗓子里边了，没法跟你互动。就是特别逗，反正张博就是跟所有人都是，哎呦，就是没法拒绝的那种，特别能张罗事儿。啊，我觉得好嗨哦！我已经嗨了，村里终于来新人了，我嗨了，你知道吗？村里来新人了，太着这东北卷男的了。哎呦，这是雨绮姐姐的心声。对对对，崇拜你们，崇拜，致敬致敬致敬。对，而且我们还唱了你们的 Everybody， 是我们这个，我们这个团是 Everybody 呢，我们唱的首歌。可能因为有 Everybody， 所以才让咱们来的，好像。咱们来了，但是好像。咱们有亲戚关系，咱们就已经是近亲了。再来一遍不行，我们要把他们体力耗尽。再来一遍吧。嗨起来，宝宝们！再嗨起来，嗨起来！虽然老师们累了，但是我们要让他更累。后面那组的时候就没有力气再排了。哎呀，萌姐又来出题了。